主持人张浩玉，2018年12月1号。谢谢大家。上海城市业余联赛轮滑项目总决赛开幕。感谢来自11 Crew Junior 的小朋友们，我们带来的精彩龙华舞蹈表演，谢谢，再次感谢，谢谢各位。
家长查到最初的目的地，由家长带着，什么感觉？啊，我们太小了。家长们这边时间现在由家长带着我们的运动员换鞋，家长不要过来啊。